重要的是在百忙之中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你坐的那个幸福缆车，那是所有的新人在这里哦最开心荣誉的一件事，而且是非常享受，你在上面的感觉如何？其实我刚在上面想到的是，我一直在想怎么跳下来。你要跳下来干嘛？就是有一种习惯，因为好像又回到痞子英雄的现场。哦，你动作片也各种从高的地方往下跳。是是是是是。我刚才在盘算职业病这样，你在盘算怎么跳下来？怎么跳下来？但是会不会有点腿软的感觉？这个高度啊，不会，还好，对，小 case 对不对？痞子英雄克服了我的惧高症。哦，真的哎，这个也很多人都有惧高症，可是为了拍戏，什么都必须要克服。大家去看你就知道，这个赵又廷真是不容易。所以这个高度你一点，我们还想说会不会让他腿软？早上彩排的时候想说很恐怖，完全 OK 哈。OK，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特别，坐着这个过来，就明明今天不是真的要结婚，但好像有那种。没有啊，今天是真的要结婚啊。跟你吗？还是你要玩这么大吗？你的最近性向有变化？是看那把高会出现。对，但是说真的啦，我觉得赵又廷是我们最佳代言人啊。那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，年纪这么轻，才30岁，年轻有为。我觉得我们副董真是选对人了。那今天副董知道你要千里迢迢过来啊，我们副董也特别盛装打扮，哎呀，送你一个礼物哦。好，一方面也给你在事业上的成就鼓励，二方面也感谢你为家里宝的付出。来，各位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人——东方美企业集团郑君峰副董事长，欢迎副董。我们业界啊，最雍容华贵的副董事长，气质出众，而且呢，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礼物。来，副董在您的后方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只有握手呢？我记得上次记者会有拥抱，哎，对不对？副董这么疼你，对不对？副董知道你结婚多开心啊，啊。哦，在哎，左边抱完右边抱，哇，这非同小可了，应该是要续约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看到副董，哎，我们往中间站一点，麻烦副董来，马克，谢谢各位，手上拿的是一个小的超人的模型，那脸当然就是赵又廷，穿的是超人的服装哈，因为这个 S 刚好我们的 Superior 就是 S 啦，而且呢，赵又廷跟我们的 New Superior 都是超人气的产品，也祝福工作上的超人赵又廷更上一层楼，一飞冲天。好，我帮你拿麦克风来，二位合照一下哈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模型的小赵啊，手上也拿着我们的明星商品，我们 New Superior。那当然没有错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赵又廷在工作上就像是个超人一样，飞来飞去哈。那希望他继续的一飞冲天。